现场所有的嘉宾朋友。那继续呢，要再送上的第二首好歌，这也是早期哦蛮知名的一首曲子《雾夜的灯塔》，来送给大家。那邀请我们现场所有的嘉宾朋友，现在时间呢，大家可以往我们舞台前面哦来就坐哦。阿边哈，咱往咱的头前哦，坐在家来欣赏咱好听的音乐哦，来送给大家《雾夜的灯塔》。Thank you.